自从谁第一句说的温柔。谁说你爸要带你去坐摩天轮呢？对啊，而且他说要让我连续坐三次。退烧了，我妈说退烧多喝点水，来。爸爸呢？爸爸去哪了？这是什么？爸爸手机这个给我，秒针都停了。我跟你说，每一个秒针的滴答声啊，就像时钟的心跳一样。如果时钟的心跳不对劲，就表示时钟生病。你听听看。你知道你爸寄给你的这个是什么吗？它不是一般的时钟。当真的？你有叫他就不会死吗？我爸爸会去哪？只要你用心听，一定听得到他的回答。那不是你错。谢谢你教我游泳。谢谢你教我骑单车，我很想你，爸爸。